啊？你们要做同桌？嗯，我们俩想换座。你们之前不是说不合适吗？合适。人和人之间讲究个缘分，缘分来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扭的瓜。不试试怎么知道甜不甜？勉强来的同学感情，不勉强。你们是认真的？老师，我俩真不勉强，我也想通了，许胜同学学习道路上确实需要像我这么一位优秀的同桌的帮助。你不是觉得麻烦吗？不麻烦。想好了啊，真想当同桌。嗯，真的不能再争了。那行吧，李明勇就和高志博坐一块儿。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换呢？现在就换。走吧，同桌。